求婚方式，女友最讨厌这样做。女友最讨厌的求婚方式第一名是什么？第一，比好了。特别的日子求婚其实不错啊。那你可能就已经预知今天会有事情发生。没有，我们本来就知道庆祝，可是想不到我跟你试第二年我就跟你结婚了，这惊喜来了 ，surprise。那就少了一个礼物啊。坐出来就好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